师傅你好，第一次给师傅请安。嗯，谢谢。今天先问一个2005年属鸡女的，13岁，一周岁就发现了癫痫，到现在已经有12年了，经常抽搐，吃了激素的药，现在非常胖。现在她长大了，如果有生理期还这样有癫痫的话，家人很担心她。她现在生理期来了不啦？还没到。生理期来了还没？还没有。嗯。他激素吃的太多了，我都看到他样子了，嗯，胖的不得了。这个激素我告诉你、这个激素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一句话，他激素全部储存在他的两个腿的脂肪上面，嗯。哦，对啊。还有肚子上，嗯，很麻烦。哦。现在你叫他赶紧要，最好他只能分两步走，一个是，他小房子现在念几张了？小房子。500张吧。啊，不够的，像他这种，像他这种至少800张。800张？啊，还要800张对吗？不是，现在念了几百张，就一直到800张开始好转。嗯。哦，明白了。就是说，这个灵性要的蛮多的。嗯。嗯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得罪太阳。太阳系的边上的那个神菩萨神，就是这种神吧，天神吧，太阳系边上。哦，是这样。他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可能过去有没有骂过太阳啊，或者画过太阳之后画这个打个大叉了，或者这种东西，他都可能犯戒的，嗯。哦，那他现在就是礼佛大忏悔文，一天最好能够。像这小孩子一天能够最好3遍到5遍吧，嗯，就是他自己练对吗？对，你胖很容易瘦下来了，哦，胖和瘦不要去担心，嗯，以后如果病好了，不吃激素的那个药了，很快就瘦下来了，这个都无所谓的，嗯，啊，很多人胖了一下子，后来变得很瘦的，还是很漂亮，很多，有的人呢很瘦，过去很漂亮，一下子很胖，那也是很多，最主要是你不能有灵性啊，你有灵性的话，它就一直会让你变成个怪一样，你明白了吗？嗯，啊，嗯，明白，嗯。要给要放生，放生先放2300条鱼吧，嗯。哦，2300条鱼。嗯。哦，好的。还要注意什么吗？注意就是不能吃活的呀。啊，不能吃活的。嗯，还有激素的，激素的药，激素的药慢慢要减的。如果病情不很稳定了，就要开始减了，因为你在不停的念，哦，念小房子当中，他的病情会不断的减的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吧，嗯。嗯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嗯。然后还有一个是1979。